这张照片应该是刚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妈妈就去北京进修去读医科，所以，我小的时候，我妈妈在我生活中有很长一段时间。一集《王牌对王牌》节目中，韩雪透露出来了自己妈妈的职业。在她上小学的时候，经济还不是很发达，但韩雪的妈妈已经是一名很厉害的医生。韩雪自己透露，妈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去学习。从她的形容中，会发现她的家庭条件一直都很好，只有这样才能够支持她妈妈的事业。网友们也都在评论区里纷纷留言，其实这才是真正的炫富。早在之前，韩雪带着自己的爷爷奶奶去参加一些盛大的活动，她的家庭背景在娱乐圈当中都是很少见的一种。不得不说，她真的是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了。